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防疫期间有许多的爸爸妈妈都不敢带小朋友到医疗院所施打疫苗。不过小儿科的医师表示，一旦错过了施打疫苗的时间，不但达不到预防的效果，还可能会影响幼儿的抵抗力，提醒民众还是要带孩子们前往接种疫苗。为了增强小朋友对抗病毒的能力，新生儿到小学之前最少要注射19针的常规疫苗。但今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，有许多家长都不敢带小朋友到医疗院所施打预防针。根据统计显示，门诺医院在今年的1至6月到医院施打疫苗及就诊的人数，相较去年同期来说，就明显少了将近有三成。疫苗延后施打或是漏打了，对个人的保护力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，那尤其在半岁以后的小朋友，他们得到各种疾病的风险会上升很多。那就算你延后再施打做补打，那它的效果也不一定能够如预期中的那么好。那尤其是比如说轮状疫苗，它超过的一定年纪甚至没办法做服用，所以必须要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好施打或是服用所有的疫苗，才能确保疫苗的效力能够足够。近年来，花莲的新生儿一年大约会有2000人，七成都是在门诺医院接生。去年出生三个月的幼儿施打疫苗率还有90%，一岁半也有80%。但今年疫情爆发后，一岁半的施打率降到只有65%。杨子毅强调，疫苗施打和孩子的防护力有息息相关。如果家长因为担心疫情而对进出医疗院所有所顾虑，那就务必要遵守施打原则：一是先预约，减少等候时间；二是家长和小朋友都要戴起口罩；三是出入医院要洗手。四是小朋友回家后要立刻换衣服，避免接触残留病菌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